浩哥哥，本王最近胃口不好，只喝白粥。没想到3年不见，浩哥哥的口味都变了。小慈，快过来跟我们一起坐。不了，我只是个下人，我在一旁伺候就好。 什么吓人不吓人的呀？燕王府可没有这个规矩，我还得感谢你帮我照顾浩哥哥这个挑食鬼呢。我待会儿还要向你请教浩哥哥最近的口味呢。好啊。王爷，该做个选择了。 我昏迷了那么久，我还以为他不会回来了。浩哥哥以前都是无肉不欢，他从来不是这么清淡。你们都是怎么照顾王爷的？